朋友们，咱们上一章呢画的是牡丹和这个茶具的一种组合，这一章呢咱们叫它和一种玻璃器皿的一种组合。以橙色为例，这个橙色的花，花尖上上一点点黄，笔肚上大量的朱标颜色，笔尖上呢就是胭脂，咱已经讲过了，再来强调一下。现在咱们就可以开始画了。画的时候要看纸的大小，你说表现对象，你想画出一个什么造型，我现在画的这个是一个复瓣的千层瓣的一朵很大的牡丹花，下边这种飞白一定要好好的留着。这个时候这一笔颜色基本上已经用尽了，但是花型呢也基本上形成了。从它最重的地方开始画起，你认为什么地方应该是最重，就可以定位是花心。这样中间这块飞白就已经填满了，这个时候千万要注意喽，要注意它整个的结构，花亮相花瓣的缺口啊、走势啊是否合理，去慢慢去调一下，有些花瓣不够位、不到位，可以调一下。这样，花头的整个造型、层次、感觉都有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再配一个黄颜色的花苞，底下呢有点绿头，现在咱们呢加重花心儿，这个时候如果感觉第一遍上的颜色不足，可以重新补一下。